为我现在跟浩子在一起。这可以耶，排得好整齐，好可爱哦。Another week, another day, another hour. You went away, only for the reasons for the special. And I'm back again, I'm back again. Trying to see why I had to lie. Go on the moon with your heart. And I'm back again. Hi, 大家早安。现在呢，我刚健完身。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习惯，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会先来运动。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一起床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工作，尤其是当我现在全职在做 YouTube， 然后事情就变得更多。我有发现啊，如果我早上不运动的话，我一整天都会很没有效率。我发现很多人都误会，就是误会我现在跟浩住在一起。现在其实每天都还是会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到木栅去找他，所以待会呢，我就会去市场买个菜，然后帮他做个早餐，开启美好的一天。所以今天这集呢，就是我全职工作以来的第一个 vlog， 给你们看看我们一天都在做什么。做好咯，酱烧天贝，还有香料炒时蔬，还有这个饭呢是进发的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操！喂喂喂！哦，这饭还不错哎。你还没吃过这种饭？还没啊，我第一次吃哦。它吃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口感。然后他们吃起来超酷的。很香，嗯，我刚在煮的时候我就一直闻到啊，那个香气从电锅里面散发出来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米配这个酱很好吃。嗯，自己讲。哦，对的、啊。而且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吃白米了，我们现在都吃糙米或者是这种，就是三谷或四谷的米，一次吃进多一点营养。好吃吧？哎、欸，我做这个香料炒时蔬的时候很高纲哎，我先用南瓜，因为南瓜最难熟嘛。然后南瓜炒好了以后，我再下花椰菜，因为它是第二难熟的。下好以后，我把这两个先拿走，接着第三个，哎，要要要，非常滋润。我先要结果。
我要看狼人杀了。那一起看。Another week, another day, another hour since you went away. 现在要准备出门去参加待会星巴克的体验分享会，但我们现在要先去哪里 ？Plenty Vegan 的饮料店，然后提供他们自制的坚果奶，然后也有燕麦奶，然后也有一些 Vegan 的甜点，超级赞。耶、yeah, ，就在前面 ，Go。Plenty。菜单好多种哦，谢谢喽，谢谢。老样子，相机先吃，他要多招待我们一个。这个是 cheesecake 吗？乳酪，柠檬乳酪。哦，好了吗？它的坚果奶是有三种，两种都是紫紫的坚果奶，然后有不同的坚果，它都有吃到五种组成的。然后第三种就是可以燕麦奶，然后接下来是他们用这里的七星奶。赞哦！哎，这可以耶！这个就会那种坚果沙沙，然后会有糖果的东西，它不会，锁喉感很细致，但是味道很浓郁。对，这好喝，它是小杯嘛，清爽，对啊，这小杯这有点偏贵，因为这120。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地点，而且他们店里装潢那么漂亮，我觉得还可以支持。对，他店里里面，他店里面有那个座位，他这边聊天或者是工作其实还不错。对啊，而且我们现在就靠着那个窗台，很翘哎，很翘。好吃哦、我们现在吃饱了，也吃完了啦，欸，超满意的，还没饱。他们甜点好好吃哦，然后那个芒果坚果奶真的也让我们惊艳。欸，据说他们的燕麦奶，对，而且燕麦奶还有参考你的食谱哦。他是我们的观众。好啦，那我们出发去星巴克 ，Go。目前我得知的是有一款是 vegan 和中章鱼奶蛋。台北时代门市，我好像看到眼熟的人了。新玩具，好久不见。进来喽！哇，他们这几款啊，不是 vegan， 然后吃葱串的话，就只有这个蔬食肉酱意大利面可以吃哦。好吃。中午可以在星巴克吃正餐。在星巴克工作一整天，然后都只能吃完美杯口，然后想吃个咸食都没有办法，所以他这次推出这个，我超级开心。你说他还请吃啊？好啊。哦，我比较好奇那个猪肉，大家鉴定看看。哦，它是用 Beyond Meat 做的，真的有在吃肉块的感觉。你觉得好不可思议哦？对啊，欸，可以在星巴克吃到素食的料理，真的很厉害。它这个植物肉啊，松软之中又带有一点嚼劲，我真的蛮喜欢的。它这样一份啊，220块，哎，我觉得诚意超够的。然后它的面啊，没有因为冰在冰箱之后就变得比较感硬，还保持着那个 Q 弹的弹性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新推出的芝麻抹茶燕麦奶，我觉得有这个芝麻真的很加分。他们的抹茶我们一直都超级喜欢，然后多了这个芝麻，我觉得是画龙点睛之处。好啦，那我现在要把它吃一吃，然后进去找号了，然后我就继续工作。Go。完食。待盒子要来裸装蛋黄酥，36颗。裸装蛋黄酥，排得好整齐，好可爱哦！文化夜市，黄酥斋。
走吧。公休，那就回去保素斋啊。走吧。好惨哦。跟你讲，他们萝卜糕感觉超厉害，健康。我说感觉，跟你讲，他们麻酱面感觉超厉害，还以为吃过嘞。老板说她很漂亮，看起来很乖巧。很乖巧，走吧。